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2月28日，我们来到了一个草莓大棚。大哥您贵姓？我小王。王大哥你好，这是您家的草莓棚是吧？对对对。请问这个草莓棚有多少亩地？2亩地吧。2亩地。我听说前期您用了我们的大拳头。啊对对，往年的腿架的啊。啊我这不就来在怀里面，我都给他们腿架，打算都笑你笑一会儿喊话，我就到时候就来说嘛。啊谢谢大哥，您是用我们大拳头用了几次？用了10来次了。啊用了10来次。啊一孩子这样这样一孩子用。啊您是怎么用的？是滴灌喷灌还是？滴灌。滴灌。我那一腿架我就用了，一下来都是少我的了呗。您的每一亩用量是多少？每亩是20斤吧。20斤是、嗯。您是单独用还是掺着复合肥还掺着其他的肥料用？掺水溶肥。啊您觉得效果怎么样？效果杠杠的。跟其他没用大拳头之前做过相对比，效果怎么样？草莓水晶链效果好，好水晶链效果好。对对对，就是叶片，叶片，叶片怎么一下子叶片都少了？你看今天这叶片，比较大，比较绿，它没少叶片，没少叶，一下子叶片都少了，现在都少干了哈。人家用稻田的全是好，叶片的话，俺老筷子不都说哈，用稻田的全是效果好。果怎么样？感觉今年的果，果90%大个。就是一毕业就出就是也大点，就是产量增加了。哎，对对。那您会将来还会继续我们大拳头吗？肯定得继续用了，那必须的。谢谢您对我们大拳头的支持。那必须的哈。让全球农业增产增收。嗯。